亚杰，真正是你哦，真正是你啦、啊！哎呦，都怪宝贝查某囝，爸爸才收你的呢，啊！啊，你什么时阵回来啊？啊，东君跟子安呢？伊还在美国，无跟你做伙回来啊？啊！虽然我听讲爸的情形，啊，不过即马雄雄看到爸变甲安尼，我还是无得接受。哎。啊！你哪拢唔讲话啦？啊，敢是倒位无爽快啊？啊，来来来！哎呦，亚姐啊，你甲爸爸讲啦，啊，你是不是有倒位无爽快啊？爸！哎呦，来来，快快快，卖哭卖哭，笑，唔敢唔敢，来来来，啊，唔敢，好，笑，唔当哭啦，唔当哭啦。乖查某囝呀！啊，你也想爸爸妈妈，我们得赶紧回来，哈！啊，谢谢。那是你过来，妈，这只是我一点个心意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生气，莫来打扰好不？叫你走，连招呼嘛免拍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就是你要表示你的心意的方式？心肝哪会当这样啊？五年呢？你无当来看到准都煞，你连一通电话嘛无。你爸爸特别都来问我，讲你人去倒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伊。我都算是去当初甲你讲的，讲到这尔准。感觉你真正都这么忍心，都安尼追你走，感觉你都袂艰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已经原谅我？是我身躯顶的一块肉，我都算是国家那生气，我敢有可能恨你一世人哟？妈！笑吼，你两个拢卖哭啦，笑啦吼，拢卖哭，笑，干嘛？干嘛？
这破软真爱冷场，我透早就去你包包里底，是讲来遮会赶袂赴当去住，后天才阁找所在住，想袂到留落来吃饭。贤子，无啦，妈，这一点仔心意，请你定收落来。雅姐，你心内若有代志吼，拢是藏袂了的。我看你拄仔咧看你的包包，你面神都无啥好。你包包内底是啥哟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妈，我来去洗手间一下。但真正无啥物，真正无啥物。妈，妈，我看卖咧。妈。啊，这阿我实在，阮朋友哦住喺胰岛素美容剂呢。雅姐啊，啊你什么时阵得着糖尿病啊？爸，不是啦，这是我的化妆包。哦，化妆包生出什么款，根本唔知啊。这是妈，这是我替朋友保管的美容针啊。哎呦！哎，雅琪啊，你巴肚是安怎啦？哪会坐住下的空啦？你破病是无啦？妈，你看啊，你鞋创啥啦？你甲爸惊着啊？你到现在还要问我，是什么针啊？做你巴肚的，就是黄体素啊、破人针这种助孕的针，你是做多久啦？才多开始呀，妈，你明天大惊小怪啦。什么你明大惊小怪？你不是跟我讲过，讲你要顺其自然？啊，冬俊妈跟我讲过，伊要让你吃这种苦啊。妈，你别怪冬俊啊。其实是陈中心给阮压力，批准条件想要抱孙，所以阮才会想讲去做试管婴儿。这陈中心够苦的，真正救我的父母，我袂怪容易的呢，啊，怎搁救我的查某囝？袂用的，我要去找伊，赶快讲清楚啊！陈中心啊，走啊走！哎，你真正有够无意思的呢，啊！哎，之前救我父母啊，啊，即摆搁救我的宝贝查某囝，啊！我雅姐是倒位惹着你啦，你要安尼折磨伊啊！陈中心，你甲阮老家母讨敢也无够，你即摆连雅姐你都无要放伊煞，你甲恁陈家即摆啦，要传到遮台拢压在伊的身躯顶，你硬要变生囡仔，你即摆是安怎？哎，我希望陈家会当开枝散叶。这是任何一个做老爸啊，拢上个平凡的心愿尔啦。安尼是有啥物唔对啦？我再讲啊，我只不过讲一遍尔。你随走转去甲因斗，而且啊，你这个做新妇安尼就真正想过唔捌代志呢。这五年来，大家拢参无到最无老啊，即摆是恁乡中了安尼四个骂人啦，到底凭啥？凭啥？凭我是雅姐爸爸跟妈妈，你不要认我无紧，雅姐要认，我今麦就是以后头做新婚来，安尼敢袂用？妈，你慢慢冬俊啊，这是我跟冬俊共同的决定。无唔对啦，这是我跟雅姐讲好的代志。好拜拜嘞，你好我唔好啦，你看我看伊巴肚今麦是啥物情形啊？伊为着要完成你的心愿，做到鸡巴都拢是空的。你敢忍心伊为着要替你生囡仔受这种苦？你对伊正惜嘞，啊？雅姐，可是讲你若是认为这个方式无妥当，你就直接跟我讲。
但即马大家拢伫咧，你做咧讲无要紧，甲话讲清楚。妈，我知你是唔甘我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有一个家己的囡仔。哎呦，雅姐啊，你是唔当为着要维持这个婚姻，啊，委屈你家己呢？我跟你讲啦，人生讲起来，雅姐即马已经算高龄产妇啊，没有新的机会真少。啊，不过硬要生啊，迄风险是真高。讲一个较白啦，我若真正哦，足想要抱一个金孙啊。我规期叫董俊去找一个少年、身体够好的来生，还不是够愈方便？这是你做大官应该讲的话吗？这种无礼无体的话，你也讲会出嘴？哦，陈中信啊，你真正是安尼，良毒阁无心肝啦哈！你为着你家己要抱孙，啊，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要破坏伊的婚姻啊！娘啊，我知你头壳啊无解拄好，啊，不过你要知影。雅姐一姓王，伊个亲戚老爸是王文金，唔是你。你是好阿伯，就算再伊唔是伊个亲戚老爸，伊嘛请养伊三十年。人讲生囥一边，以为较大天，文金无伫个，再伊比任何人佫较有资格替雅姐讲话。那真正哦，要照古早的规矩讲呀，董俊甲雅姐两个啊，结婚这久，到今嘛无囡仔，早就离婚啦。那是阮董俊惜情，所以到今嘛阁啊，雅姐惜命命。雅姐做人心背，伊若知影感恩，伊拼性命甲董俊配合，赶紧生一个囡仔，这嘛是应该好。好啦，你若真要紧，你查某囡仔赶紧甲带转去。戴中信啊，你也敢好破坏雅姐的婚姻哦？你这给我试看卖啦！你未生的新妇啊，留到阮陈家嘛无路用啦！你敢袂当讲一个人讲的话？咱的婚约已经结束啊！你若是一个查甫人，你就莫牵拖我雅姐遐去，甲伊来报你阿娘吃冤！你若是希望你死啊，有人替你旁到，我拜托你，我甲你苦劝。你就积一寡阴德，莫阁做孽啦啦！嘴莫臭啦！真正做孽的是恁啊！我前半世人已经让姓罗的人阿母甲龙家散脱，我后半世人，阁恁饲出来的爱乱伦的罗安杰，把我后生的魂拢搞去，害我失去一个后生呢！我想无你即摆是咱大世相走的啦！安杰就是叫你害死的，你有啥物做孽无了伊？你是真笨蛋！叫你失地的人，你才会去饲出一撮乱命的囡仔啦！错啦！雅姐也不是无去配合生囡仔，伊的爸爸妈妈看到伊哦，为着要有生这尔辛苦，当然嘛唔甘，当然是要替伊出气啊！你到时候讲啥会去伤害人啦？好，真好啊！我一个后生啊，魂去用搞去；一个后生啊，爱做母奴啊。两个啊，根本就是一对用手骨拢哭外的双生啊。发展忠诚，我来这里搞生啊。咱做人，都要遵守望家己的心肝。也是这世人的忠心，拢藏在你的心上啊。我唔管你安怎。我拜托你，你对伊较好一点啊，敢会用的啊？就讲，若是是要有心，心情无那么遮重要诶，咱都顺其自然。虽然董俊是安尼讲。安哥应该也是希望我生囡仔，看起来这破软村，我是袂当听。